帝王要是最好的，释迦牟尼佛早就做帝王了。啊，他为什么不敢？聪明呢、啊，真有智慧呀、啊！啊，一生你看讲经教学，那真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我老师把这句话告诉我。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啊，他一生也是最高享受。为什么呢？他在台湾晚年，大概是五十岁以后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四十多岁，不到五十岁。啊，我们摄影棚挂的这张照片。 就是当年我跟他学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张照片，啊，不到五十，啊，晚年，这二十多年了，在学校教书，全讲佛经，啊，他在学校课程开课程，开大乘佛学，开魏晋佛学。 隋唐佛学啊，以后在台大退休，辅仁大学请他去，他在辅仁大学讲华严哲学，都是大单元呐、啊，全讲佛法，人生最高享受啊。 啊，我是跟他学哲学的，以后学佛。啊，就他告诉我，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这样入佛门的，不是迷信啊。 不是求荣华富贵啊，我们求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学佛之后，就遇到张家大师，大师很慈悲。啊，他叫我出家，我听话；他叫我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叫我去念释迦谱、释迦方志。 就是念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啊，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我们这才了解，原来释迦牟尼佛三十岁开悟，开悟之后，一生讲经教学，啊，七十九岁圆寂的，圆寂在树林里头，没有在房子里。 啊，夜深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过这么简单的生活，那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世间人不知道啊！啊，每一天去偷剥，多辛苦啊！啊，一波千家饭，那能好吃吗？ 我们总是怀疑啊，啊大臣经典多多了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什么？静随心转啊，脱一波饭嘛，这是静吗、啊？佛的心好，心太善了，那个食物到嘴里头都变成上味了，最好的味道，不管从哪里出来的。 啊！只要到他口里头，都变成上位。啊，他能转境界呀！啊，所以他身体好，他不生病。啊，我们看看他的生活，好像很苦。 啊，实际上他是无比的快乐，这世间人没有办法能跟他相比，那真快乐，真自在啊！啊，所以教学这个里头的乐趣，你没有深进入啊，你不懂的，你要知道这个味道啊，这世间什么样的快乐，你都会把它抛弃掉这个快乐，这个乐超过他们。 那、啊、不是世间任何乐事能够相比的啊，这其乐无穷。